娇兰全球最新款口红来咯，娇兰钻石哑光口红来咯。恶魔吧，我跟你说这是什么东西，三二打不开，没打开，这是什么，这是爱的魔力转圈圈，这是什么东西，我的妈呀，这是魔鬼吧，要这样子它就可以转得很好，哇哦，这什么，我的天哪， Oh my go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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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让我为他戴上我的黑色手套，我只有为他才会戴上手套，对的，真的，我跟你说全世界你必须要给我买的大牌口红，李佳琦最爱的大牌口红娇兰钻石，没有一个品牌的口红可以比得过娇兰，现在真的哪怕 CL 比不过娇兰， Oh my god,我真的最爱就是娇兰的宝石口红，超美。这个盖上，我有，这里有，这个我要珍藏住。好了，来试色，来第一支你们一定要买的 N24 这支颜色超美，来24号娇兰，真的很舒服，这个质感。新的哑光是新款啊，之前没有的颜色。他们家以前是油润款，就是很保湿很保湿的那一款，这款就会更加适合夏天，你们不太喜欢那种油润的女生去买这支颜色。好看吗，娇兰24号色，这支颜色就是必买色，所有女生真的必买色，没有之一。我跟你们说了，这支颜色就是在我的心目中就是 number one, 就是我绝对喜欢的前十名的口红里面的一支颜色，24号色，你们一定要抢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圈圈一下，这支颜色是24号色，就是一支特别衬肤色亮肤色，让你皮肤变白皙的一支颜色，娇兰24号色，美不美，是不是超美，好不好？我要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皮，绿色的皮我超喜欢，然后这一款像爱马仕包包那种感觉的两个颜色，这两款的皮我也很喜欢，这是新皮，对的，这都是新的皮哦，这两款皮我都超喜欢，它用到的是真的是真皮的一个，在这里吧，它不是塑料，它是真皮，这好不好，新皮啊，对的，然后这也是新皮，哇，这支颜色这个皮超漆皮，这也是新皮啊，有没有那个就是贵妇，我跟你说贵妇阿姨贵妇姐姐们，你们一定要买这支皮，这支皮就是我的妈呀，你的爱马仕包包里面一定要拥有它，真的一定要有它，来我们先下一支 N091，这支颜色我跟你们说，哇哦，绚丽多彩，绚丽多彩，哇，这个味道，我的妈呀，这个香味真的鼻炎都可以闻得到。N091，这支是新色，它有一点点偏那种浆果豆沙红，而且它是偏光款的颜色。所有女生，这一支叫做 N091 偏光款，你薄薄涂夏天，你全唇涂秋冬天，直接驾驭得住。小队可不可以给我一下光？什么叫做偏光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把这个关开开吧，哎哎呀 N091, 哇哦，光泽感，它会有一点细闪，它会有一点点的微微的细闪在里面，就是你的嘴巴上感觉有星空的感觉，你的嘴巴上有星空的感觉。 N091 是限量色，每款都喜欢会破产，就是娇兰的口红，你们真的可以去买一个试试，你绝对会说哇，我以后有钱我一定要买娇兰，就感觉要把娇兰全部集齐的感觉，因为真的很漂亮，不同的衣服不配不同的外壳，然后这个口红的话，你只要以后买它的内心就可以了，主要是它的上唇的触感，它的颜色的显色度真的很高级。来我们下一支75号色来看一下，75号色你在免税店可能买不到，其实我已经全部断货，这个是你在免税店都买不到，真的，李佳琦推荐过的东西全渠道都已经断货了，全部的去城市去了的那个免税店都已经没有了。盛开的牡丹花，娇艳欲滴，你就是一个非常有气场的女生。 我觉得你可能对牡丹有点误会，这件事很好看的，你不觉得它很有气场吗？而且它很显白，而且这件事很显白。来我全程一下给你们看，这就是75号色全唇，很漂亮，很显气质的一支颜色。来下一支26，风风给我26，你看一下啊，26看一下，这是哑光的，看一下哦，哑光的姨妈色，这支是26号哑光姨妈色，它没有那么偏紫，它比较偏玫，它比较偏那种暗红一点点的感觉，这是26号色哑光姨妈色，
它会比较的更有就是攻击性一点的感觉，就是如果你比较生气的话，你比较那种就是不是生气，你比较那种凶的女生就买这一支，就是气场强大的一支，26号色，好不好？气场强大的26号色，26全存一下，黄皮可以用这支没问题的啊。来看26号色，这支26号色全存姨妈红，很有气场的一支颜色。微信来，微信加一下。27号色，是稀有色，这只是27号稀有红，有的，哦，好美，好美，稀有红，25号色，不，这只是27号色，面膜好用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，这是27号色，好看吗？是一支比较偏橘红调的，就好新鲜的感觉哦，这支颜色特别新鲜。27号色下架了，这支稀有色，好嫩哦，这支颜色好好看，好黄皮白皮都可以，这支颜色超美。静静来27号，让你们看一个没有化妆的素颜女生涂它。你是这一支，你涂。27号色好看吗？就是没化妆的女生黄皮都可以，你这也太近了吧。你口红都没有露出来，这支颜色好看对不对？这支颜色很好看，它是比较偏那种橘红调的，就黄皮用的没有关系，不化妆用的话都没有关系的，就很衬肤色的一支颜色。这是27号色吗？对的，我来全存一下27。哎呦，这支27号色真的很漂亮啊，好显白。来42，我给你们看42，42绝对也是爆的颜色，但42是滋润款，不是哑光款。你们觉得吗？27比42好看，42有一点点太过于就是那种红调了，失去了本来的那种感觉。27好看，妹妹，42没那么好看，真的。27好看，42没那么好看。想看45，好的，45来，下一支45啊。45你确定吗？45给你们看一下，45 just so so 有点荧光，看一下。45还没27好看，45我不喜欢，因为它有点荧光粉，然后黄皮涂它是真的不好看的颜色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不要45，不要。80来，80给你们看一下，80你们疯了，你们要看80姜黄鄂文的80可以，80有点暗黑系，就80有点浆果暗黑系，这支颜色是80。来44是吧？好的，44来看一下，44买27。哎，我怎么这么老实啊？怎么了？买27，这支颜色有点淡，它的橘有点淡，有点难 hold 哦。就是27号色的橘比较偏红一点点，比较好 hold。樱花壳不要买，超丑。放下。樱花壳不要买，超丑。好，来05是吧？05不行，欧美妆的人用05不行。No, 05不行。214来吧。214他们家的经典色，卖了好多年了的。看一下214他们家最经典的颜色，血红色。有一点点像那种什么血橙的感觉。214号色是那个娇兰家最有名的一支颜色。也有点那种血橙色的感觉，血橙色那种调调。就是那种颜色很好看，很好涂，也是很日常的颜色。214他们家很经典了。我跟你们说214配25，我跟你说炸。214配25哦，214配25给你们看，这支这是214加25，美不美？外面是橘，里面是红，这支就白到发光，这样涂214加那个25，白到发光。看一下，这是214加25号色，好看吗？对吧？是不是超漂亮？丛林鄂文呢？如果你们没有买到的壳的话，这个壳是李佳琦比较喜欢的，就是这一只是我最喜欢的一只，是没有货，这是全球限量，里面有大概将近几百个锆石的一个壳，就是真的特别漂亮的，就是玫瑰瑰丽女王版。然后第二个壳是我喜欢的这个，第三个壳我喜欢这个紫色，这一款紫色。然后第四个壳我比较喜欢这个，那爱马仕，就这几个我特别喜欢，还有绿色的壳我也喜欢。大理石也很好看，就这只大理石的也好看，就这几只哦，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呢。这个大理石的，
哎呦，这几只，妈呀，桌子超好看，出了一个洞。嗯，这个我跟你说，你老公不听你话的时候，用这个砸他，砸完了之后，他再给你买一只，好不好？